习是为了考上好学校，我补习是为了不想听我爸妈叫。这么惨，欢迎收看《青春梦回头》。我相信呢，这个补习呢是一个亘古以来的一个一直不断的一个有的习惯。所以你不补习的话，你爸妈就在啊这样一直叫吗？疯啦，一直叫。他们是不是会觉得说你会跟不上人家，所以一定要叫你去补习？那基本上这绝对是原因之一了。对，因为总觉得说你不补习会跟，就一定会考得比较差。我想我有调查过，台湾是全世界补习密度最高的。哦，有这么高？真的？你是指南洋街而已吗？几乎是每一个人都补习，每一个人都有补过，从小到大的，不然或多或少都有补过。从什么时候开始补习？你还记得？我从国小升国中开始补。对，那时候就开始补什么英文啊，然后一直补到国中毕业，考上了世新之后就没有了。我也是，你知道我从国小好像就进国中，国小升国中要补，然后到了高中升大学，高中大学要补，所以补了三段。我补了两段。OK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三位一直在补习的艺人，欢迎我们三位学姐，来，有礼貌，同朋友向学长学姐敬礼。哎呀，好害羞。回头说啊，学弟学妹好，学弟学妹。还有三位明星天王老师，好，同朋友，帅，好看啊，同朋友一起来，老师好，请坐，好，各位请坐。三位老师呢，基本上都学有专精呐，啊，每个呢都在这个不同的领域，好不好？吴彦成老师专攻国中自然，是不是？你们三个真的是老师吗？我觉得你们三个好像艺人。你看吴彦成长得像不像吴彦祖？吴彦成长得像吴彦祖，对他想。那我曾国成长得像曾国藩啊？谁看过曾国藩啊？有啊，图片有啊，图片。哎，有照片，课本有啊，有，看他本人呢，啊。对不对？他长得真的很帅。你很多高？186公分。你站起来一下吧。哎，晨晨，你够高够帅。你看你在他旁边，简直就是弱掉。不要跟你讲，真的蛮高的，教自然呐，是，身高也太不自然了。刚才制作人说，在他旁边又矮又胖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他说。好惨。你以为这样子会激怒我？你给我进来一下。我跟你讲，制作人，我警告你，我不想。国中自然很帅。刘静老师教的是高中，国高中。国高中数学。你应该是一个 cosplay 吧？啊？你是在演数学老师吗？你敢说这个打扮不是叶小钗吗？或者是素还真这一类的？对呀。你的头发比我们所有的艺人都还漂亮，还 settle 哎。你看那个倪亚伦那个头发有 settle 过吗？有啊，我要健身版。你怎么样？还敢吹最久哎？学生就是清汤挂面，你看留个长发女鬼干什么呢？老师，你站起来好不好？你站起来，我觉得你根本就是一个明星哎。哎呦，衣服跳。哎呦，这个老师不能叫他走秀，叫老师走秀太没有礼貌了。对，你教国中高中的数学。Yeah. 而且我知道那个刘静老师，你拍过很多的 VCR， 对不对？而且你做过外景节目主持人吗？哇，我是接过一些通告，然后外景没有，都是棚内的。你是因为本来有星梦，然后梦碎之后呢，再来当老师？没有，我是一开始就一直想要当数学老师，因为我很喜欢数学。OK， 哦，因为你喜欢数学，了解，非常喜欢。老师，请坐，谢谢，请坐。国高中的数学本身是理化出身啊，杨振老师这名字应该感觉应该念英文才对，结果你教的是，我教高中数学，有没有那个韩系偶像的 feel， 像裴勇俊对不对？谢谢，没那么好。请问你教了几年？10年以上。10年以上，刘静老师8年，非常好。吴彦成老师，如果连家教在内的话，应该有14年时间。哦，你还带过家教，你看起来你有30吗？超过。哇，你这个娃娃脸真是太骗人。我有跟学员说这是秘密，我今天破功了，真的。你真的太骗人了，你。补习班要成为明星的老师，一定要有魅力，对，就那个 charisma， 除了要有才华，很会教，我觉得外形 look 都很重要。英啊，那个 look 很重要。你没有发觉我们从头到尾都在跟他聊天，我们没有在理我们的艺人。马来西你们聊，我们看就好了。你们好不容易找到艺人有在补习的耶，不容易有照片。这倒是真的。好了，陈真，我跟你讲，我提醒一下，我们好像要先看他们的照片，要看吗？
应该看到同学的照片，要看一下。大家呢，我们很快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青春团的学弟妹们，我们看一下这三位艺人他们之前的长相。对对，他们好不容易穿着这样的衣服来，就是要看红糖。我们看红糖。OK， 谢谢下一位。哎，别，他们都没有穿制服呢。红糖，你在左边的照片多久以前？高中差不多。高中什么高中呢？我是东海高中。东海高中在哪里？台中吗？不是，台北的。台北有东海高中？有，台北县是一家私立，然后非常小间迷你的。我以为东山高中嘞。高中我第一次听到，第一次听到。第二张是什么时候？几岁？差不多，比左边那张大个一岁而已。也是高中时期。对。右边那个就知道了。右边还没，那时候更小。右边最右边更小。后面那个是你女儿吗？的我女儿不是啦，她是我侄女儿。后面有人吗？姐姐的女儿。这玩笑开大了，那个。OK， 所以其实她没有什么变，都还是对啊，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没什么变。太心机太重了，根本没有拿，就正常。对，我觉得这都是羊角照啊，都销毁掉了。拜托你好不好？对，三位学姐不要互相攻击，拜托。当然要，都要看。对啊，真实的一面要拿出来。许可的照片，来许可，有多真实？哇塞！许可变才多嘞，许可变最多。你以前小时候知道你未来要当演员吗？不知道。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不会这样子。我不会做出这种事情。你这位从国中开始在抖哈。对对对对。不会留下这种照片，不会，全部烧掉。这样的照片谁国中都拍过？你别妄自菲薄。大家都有走过这一段。所以这位也要。倪亚伦，来看倪亚伦。倪亚伦，来看一下倪亚伦的照片。哇，这个变哦，倪亚伦其实也没有变，以前其实感觉跟现在一模一样。哦，你中间那张其实就是草蜢啊，哎，你很像蔡一智啊，蔡有没有蔡一杰的哥哥有没有？像不像？等一下我来试一下好不好？是留下电话号码，很像啊，像不像？会，好像蔡一智啊，有没有？像啊，好像哦。外面都掌声如雷了，你看他们就知道多像。那是我剪完男生头就有走在路上，会有女生故意来撞我，她想知道我发出的声音是男的还是女的。可是我就觉得很无聊，因为你明明就发现我一定不是男生。没有没有，你一定有一次声，你一定有一次声音撞到，哎干嘛？一定有一次这样被人家听到说，哎呦他很像怪怪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组团的？组什么团？就草蜢。我跟你讲，我知道你是哪一年，你是1990，什么情况下遇到他？1990啊，一九，好笑，因为我是79年退伍，那年碰到。屹立不摇还在出演唱会，开什么玩笑？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复习，好感人，对，哦对，是复习，我们不可能发三个老师来这聊天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来，想到补习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请青春团写下你从小到现在补了几年了。从小到现在补过几年？对，补过几年。好，那我们同时我们的学姐们用口述的好不好？来，你的补习的经验，红糖。其实很多学校都会有那种补习的制度，所谓补习制度就是放学之后留下来晚自习。是学校里面的？对，学校里面也有。所以我以前那时候国中、高中都是留校，大概留到9点多才回家的那一种。差不多。然后我为什么会经历补习的阶段，是因为重考办的关系。哦，重考。对，我重考过，我高中。毕业的时候，那时候考大学考得很烂。那国中考高中的时候也有补习吧？国中有没有补习？哦，就是学校晚自习而已。嗯，学校晚自习，那就很就是念高中，然后高中毕业不喜欢那个大学，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去重考。重考。对，像我其实很不爱念书，可是我去那边就要被迫去念书的原因是。他还会就是他每天要考英文，英文假如每一天考不到英文单字，考不到90分，一样留下来，留到10点多才能回家。那时候对一个小朋友来说是不能回家是一件相当可怕的事情，对啊对啊，所以就要被迫每天很认真去背那些英文。请问，你毅然决然重考之后，成绩跟你前一年的差多少？差很多，大概差了50分有。差了50分哦，大学联考差50分就差很多了。对，所以重考补习真的有用啊。有用。许可。还有我补习的原因是因为有一次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因为国中开始其实就有点不喜欢念书，
就觉得念书的时间很烦，尤其是遇到国二的时候要升国三的时候，就开始大量的模拟考，就是你上课就是为了考试，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要考这么多已经死掉人的事情在我身上，所以于是我就写完名字之后我就睡觉，就整个好叛逆哦，整个国二不是叛逆，我是怕我会影响到其他同学，所以不能问你孙中山的事情，不行，谁？因为他已经过世了，是不是？这位是新人吗？孙中山，你会不会太扯了？我知道啊，这我知道，但再深入一点我就不知道了，就是历史发生什么事情或地理发生什么事情我就不太清楚。你是这样面对你的考试跟学业，你爸爸不难过吗？所以到了国三之后，不知道哪一天我做了什么梦，就跟我妈妈讲说我要去补习，对，我就跟她讲说我要去补国三的冲刺班，于是从那个一年半开始，我几乎过着不是人过的生活。OK， 对，就变成说，对，就变得考到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学校。三位老师，真的那所谓冲刺班、重考班，真的跟当兵一样吗？一定要这样管吗？我是教过高中重考班啊，那高中重考班是管理的确比较严格，但是跟国四比起来的话，高中是比较松一点，因为高中生比较自主。OK，OK， 我国四更严，国四更严。你们会禁止男生跟女生讲话吗？这样子？通常很难禁止，但上课的时候通常老师可能会管一下，你下课根本管不到，管不着。Okay. 对，李亚伦，你呢？我这国小就有补一点数学，就是五六年级开始有那种应用数学的时候就该补一点，然后国中的话是赶流行，因为我们家住在中正区，赶流行是就是都是那种金华中正红道国中，然后那附近也是都明星高中，都在比升学率的，对啦对啦，因为中正区基本上当然就算是个文教区，所以附近有很多很多名师的补习班，所以那时候英文就是大家就我们要去补英文啊，补英文啊，好好好好，就去了。青春团好像写好了版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看一下补习大概花了多少年，请看。好，分别有五年、九年、十四年，才二十岁就十四年，你才二十岁，你学龄前开始补习啊？还有一堆才艺班，就是才艺班，那是才艺班，才艺班，他就把才艺班也算进去，有十四年。对，你没有一年没补啊？意思是真的、几乎。小蒋，你会不会补到麻痹了？就是你已经觉得很。没有感觉了。你已经对，我再补充一下，你已经会不会觉得补习班就是你另外一个家？还好，还好。那你有在补习班有认真吗？还是你去混的？小时候就是都不太认真，然后就是长大就是才知道当年错，对。才知道当年错了。当年错是多当年啊？你几岁啊？所以他也才二十，他已经讲话当年，对，话当年呢？一个二十岁的人在我面前说当年我错了。五年。八年、九年是最常看到的。好多来拿铁全补是什么意思？从小补到大。从小补到大。家里就是爸妈比较晚回家，然后就会直接把我丢在补习班，就是在那里吃，在那里住，在那里喝，在那里睡觉。真的还假的？你那是安亲班还是补习班？怎么可能？托儿所吗？对，都就是都有安亲班、托儿所之类的。你叫我问他，其实差不多，因为那你现在找到你亲生父母了吗？然后你刚问他什么？我说他现在找到他的亲生父母了吗？全部感觉就是从小到大都不太长时间跟父母住在一起，很可怜。你跟亲生父母现在有联系吗？有。我们感情还好吗？他没有这个问题啦。全补的这两个字很耸动，好像一副啊，一副从青春期补到更年期一样。我觉得再加两个字就很好，十全大补。十全大补，来国伟，从国中到现在，国中的现在，对，现在你现在念表演科了，你现在补什么？他应该是表演科，不太需要补吧？啊，补吉他，补吉他，才艺班，对啊，才艺班也算，因为如果他十四年不是也得才艺班也算？对对，你是吉他，古典吉他还是民谣吉他？民谣吉他，民谣吉他，为什么想学吉他呢？想未来想跟伍佰一样吗？骗女生，没有啊，孙啊，骗女生，骗女生。因为看黄国伦老师弹吉他就很帅，真的。你吉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弹的？不过我还真的，我吉他从来没有去学，我没有补过，我都就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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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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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不要学我，就来就来就来。这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从一开始开始学的话，如果没老师教，那个位置会乱按的话，懂了。那时候开始以后养成习惯就很指法不能乱啊，指法是基础啊，对不对？指法是基础。OK， 哎呦，这个时代哦，竟然会有人补吉他，在我们那个时代是匪夷所思啦。对啊，不可能会我们都只有补英文、数学、化学、物理啦。对，那补吉他是新兴的行业啦。那你应该怎么？你觉得应该补应该补吉他还是？补就是补吉他是不会拿来说嘴的啦。补吉他应该是补学科。这边呢，整个忘记十四年全补之外啊，
这个十一年的宁宁，你补了十一年什么？就是我从幼稚园就是中班的时候就开始补习，就有会补英文啊，或者是补芭蕾，就那时候或者是我国中的时候。国中国小的时候，如果说我数理就是不好，妈马上就会叫我去补习。那如果英文不好，马上要去补，就是我哪一科考不好，就马上要去补习。所以一直补到国中三年级，很标准啊。一直补到国中三年级，标准。因为爸妈看你哪里不行，就把你推到补习。可是我觉得撸波撸短康。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其实补习要看，也要看就是有没有心想要读啊。那如果是逼你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撸波撸短康。去玩的。你为什么会撸波撸短康？因为就是没有心啊，真的。要看如果说我对数学没有心的话，也是个问题，我数学超烂，从国小烂到大学没有一次好，可是有去补，补到还是一样烂，因为我没有兴趣，我学得好痛苦，然后我爸教我，我都在哭，因为我真的不没有兴趣。你知道你这样讲，这边有两个数学老师多急吗？不好意思，他们好想教你哦。我数学真的很烂，没有碰到对的老师嘛。真的可能就是杨老师。如果像这样的学生，你有办法把他数学救回来，让他重新对数学有兴趣吗？那先看他原来的基本程度是几分。好，你现在考他一下。一加一，二啊，这太简单了。老师愿意教你，你要说一加一，然后你要说我都不知道，真的吗？他就马上教你。好，老师叫你随便举个例子，你就举个一加一。你是来混通告费的？不是，我们对女生都特别客气。基本上数学演艺人员，大概我侧面了解一下，艺人大概有一半数以上数学都不好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我是因为补完习之后才喜欢上数理的。哦，真的啊！因为我对于那种背科完全没有办法，就是哦，你的文科那些背诵的，历史、地理、中文都对。我来回答你这个问题好不好，晨晨？因为左脑跟右脑的构造不同，艺人很多都是创造力，所以他是用的是左脑情感的部分。那右脑是逻辑、是语言、是数学，我觉得他用的东西不一样，所以是这样子吗？不太一样。有好一个真的哇 ！OK， 哇，就搞一，就搞一。我老师真的不一样，但是两个脑都不错的其实也不多了。例如说，难怪你脑子又好，所以才整个头脑可以吹那么风。我曾经教过女学生，她上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打瞌睡，甚至会整个就趴睡死在上面。回去可能有安排的作业都没有完成，代表其实你没有心想念书。那看还欠多少补习费，我自己掏钱退给她回家。事前约法三章，事后绝不妥协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你不去刑事组太可惜了。来猛牌，把猛牌拿好。我们要看大家的对于我们的三位补教名师认识的程度到哪里，好不好？稍微小小的人气测试一下，吴彦辰老师认识的举手，来把牌举起来。吴彦辰老师请举牌。今天之前认识的吴彦辰老师，好，吴彦辰老师一次，好，谢谢。吴彦辰老师两次，叫牌。成交，吴彦辰一票都没有，非常好。到底败给谁了？刘静老师认识他的举手，来请。哇，不错。刘静老师举高，一二三四五，五票，五票来，请放下来。杨振老师认识他的举手，杨振老师，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，surprise me， 十二，好，请放下来。很惊讶，大家今天都没有认识他，但是我们有他教学的非常有魅力的 VCR， 要不要看一下？要。教理化怎么教？来，请看。什么田野光滑？各位，光滑意思是没有摩擦干得好。来，各位，如果没有摩擦的话，事实上不用考虑计摩擦的问题吧？最低那一瞬间的墨数是持续下去。观念还在吧？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哈，入门了，好吗？希望不要再忘了。来，各位，这十滴 ，Go！ 哇塞！哎，看起来非常的帅气，穿个牛仔裤，穿个衬衫，就这样教了。因为以前印象中好像补习班老师都要穿个西装，对对，比较刻板，对不对？那可能自己没有这个习惯。请问一下三位老师，你们在学校里面教待过没有？有待过学校的教育？在学校里面的科任老师，还是有带过？我当过四个月代课老师，才四个月，对，带过四个月代课，这一代私立学校 ，OK， 这一代就带不下去了，是吧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学校的行政包袱比较多，本来是可以去就是教中学的 ，OK， 但是我没有选择去做这个实习跟认证过程，就是因为我也蛮头痛，就是去学校要早起，然后也听说学校可能有。菜鸟老师会被安置很多工作的一些传闻，所以派系斗争还有派系，会有派系斗争，这个我就不了解了，就听说一些。资深老师通常不太喜欢新进老师太出头，
哦，了解。通常，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之间也竞争很厉害。举个例子，两个都是数学老师，杨正跟刘静老师，你们两个会竞争吗？哦，不。不同的学校，不同也不同不同区域哦，不同区域哦，分区就对了哦，各自为王啦，啊、对不对？各自为王，就是大同区，然后就是说这边中山区分开，所以真的是行政问题，绝对不是那个理解了。哎，听说倪亚伦，你以前上过一个名师，对，第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不叫名师，是谁？就嗯，高老师，说大方说出他的名字好不好？前的事了，二十年前，谁叫你模仿那么传神的、啊？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个教学大楼，那时候只是他们在他们家楼上。他憧憬这一刻很久了，就是金山路跟和平东路那边。对，那时候是在一个公寓的顶楼加盖，然后就是顶楼跟加盖都是教室，然后主要就是说同学就说我们要去补英文，然后听说有个很有名的英语老师，然后长得还不错，然后上课很幽默。大家就去了，当时在，所以老师一定要长得好，然后一定要幽默，一定要会说话，而且听那我们当然是坐再去玩，是我们坐后面。那听说后来上高中去补高中的，去抢前三排的那种那个座位的，要看男老师，他们上课都是这样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这些补习班的老师为什么这么受欢迎？他们有一些 people， 我们整理一个补习班特有的五种文化，来一一来看一下。文化补习班，补习像当兵，对，刚才就我刚刚讲的，真的像当兵一样，早出晚归，对，每天出操上课，按表操课，什么都要管，什么都要管，对啊，而且管你们不能交往，交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第四个，花钱补心安，对啊，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啦，对不对？你前面呢，补习是为了要考好学校，我补习是为了不想听爸妈叫，让父母安心啊，对。对了，他也觉得说你真的有在上进。可是有些人真的不想读书，你把他送到补习班也没有用，他就在那边混嘛。真的，在那边睡觉。真的，在补习班有人在睡觉吗？还是有？为什么？还是有？有。花了那么多钱去睡觉，一定有体力不支撑不住的，一定有。白天上课很累啊，晚上还要补习，的确很辛苦的。辛苦。可是我们的吴彦成老师，你怎么有曾经花钱请学生不要来呢？其实我自己可能个人比较龟毛了，就是说如果学生来上课，如果得不到效果。我觉得你说花钱补心安，我觉得补这样心安也好，我希望是学生来补真的有效果。那我曾经教过个女学生，那她上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打瞌睡，甚至会整个就趴睡死在上面。那其实都已经睡得这么尽兴啊，非常的投入。她没有看着你，睡得很投入，非常投入的睡觉。她没有因为你的外貌，因为你的姿色，她真的太累，她基本上我不是靠，她真的累翻了，靠美色来教学。那重点是因为她就是因为上课很容易。度孤，然后回去可能有安排的作业都没有完成，那我就要学态度一直没有拉出来，我就跟他讲说，那我们约法三章，你至少课要听，回去就会把它写完，那下次的段考当一个分解，不要多，只要先考过60分就好。但是我跟他讲一个通牒是说，如果你连这都达不到，那就代表其实你没有心想念书，那看还欠多少补习费，我自己掏钱退给你回家。我讲话好酷哇！你。好哦、你很有态度哎，对，那结果那次他真的是考了好像是50多吧，我就掏钱退他回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你就把学生给 fire 了？因为我觉得事前约法三章，事后绝不妥协，因为这是一个教育的必要的一个观念。事前约法三章，事后绝不妥协。绝不妥协。哎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你不去刑事组太可惜了。跟李组长当好朋友吗？他是教育家，我是教育家。哎，现场我问一下好不好？青春团都花钱补心安的多少人？有人举牌好不好？有的，有这种感受请举牌。对，补心安的，补心安的，补心安的，哦，补心安的真不少了。好多哦 ，Nico。我觉得那边教的就是我读不进去，听不进去。那是老师的问题咯。不是老师的问题，就是自己没有心啊。你就是没有心，哎呦，你已经认错了。哪一科？数学。是不是就是数学？老杨，数学害死。我真觉得数字这个东西啊，加减乘除，然后又干嘛又这么多开根号，有的没的。没有。其实数学真的很容易，它其实要记逻辑。你要有兴趣啊，那得要有真的老师带进来才行。对，各位两位老师，救救我们这下一代年轻人吧！很多人对数学都放弃了。问题是他们现在应该不需要再用到数学了，现在对不对？电计算机就好了。真的有人告诉我，数学真的是很好玩的东西，可是我真的很难体会，很难。数学非常的奥秘。来，一样觉得男生 Frankie， 你也求心安的来。因为当时我一直跟我妈说不要再补了，因为
补了也没有用。对啊，你都在劈腿，哪有时间再补习呢？不是，不是劈腿。国伦老师啊，啊是一个劈腿的，可能也会上进啊。请看 VCR。哎，不用 VCR， 好吧，他劈腿也会上进啊。OK， 来继续说来。对，而且当时我常常因为数学这门课一直被留在补习班。又是数学，看看又是数学。我跟你讲，大家都是数学，数学，真的。为什么学校教育杨振老师，你教了十几年了，为什么？我们在教数学的过程当中，培养同学们对数学有好感、有兴趣，这个这样的一个人、这样的老师这么少呢？不，我觉得这从小学开始啊。我觉得小学的时候，你们的数学老师就没有让你们对数学有兴趣，是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你本人难道从小学就喜欢数学？我从小就喜欢数学。哦，对，我从小没有。重点是我们的老师都长得不像裴永俊啊。对。我刚刚他讲的没有错，我们不是靠美色来教学的。OK， 对啊，文化三，心安，文化三，来，对不起，文化三有三个补习的怪现象多，什么现象多？第一个怪现象是用电视上课，刚看到了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二个怪现象是怪人很多，什么意思？谁对这个有看法？来，请华华。补习班有一个男生，就是他很喜欢脱鞋子。而且他把两只脚都伸到他的那个抽屉里面，重点是他的脚真的好臭。脚放在抽屉里舒服吗？我不晓得，他就讲两只脚。对，抽屉不是很高吗？他怎么放？怎么放？他的腿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然后放进去抽屉里面。这个是腿哦，他肯定个人很小。青蛙腿这样，然后青蛙腿这样子，弓在那儿。对，这种老师更怪。在拉筋。对，我们如果不理他，不上课，不然就是跟旁边一直讲话的话，就说来来，你过来。然后就叫那个男生起来，就叫我们去那闻他的脚。来，谁要补充？现在我都插牌了，其实人还蛮多的。来，宁宁。就是我们补习班啊，然后就有一个男生，他坐我旁边，他超爱挖鼻屎。他就是很自然现象，跟你讲话就一边挖，然后一边跟你讲话，然后都很陶醉、很投入那一种。挖鼻屎也是挖鼻屎，也是挖到很尽兴的那种。对，他就是挖的，就是超自然，然后很爽，然后一边跟你聊天一边挖。挖一挖，然后抽屉那个下方就这样勾上去，很多人都会这样。多半是这样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鼻屎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”那他的鼻孔有变很大吗？他就是蛮大的。一次上课他是750个学生，那他就必须要拆成两个教室，第一节课在水饺室，你还要跑场就对了，这个行为叫做随便登台，有没有？杨振老师比加比加。挖鼻屎也是挖到很尽兴的那种。对，他就是挖的，就是超自然，然后很爽，然后一边跟你聊天一边挖。挖一挖，然后抽屉那个下方就这样勾上去，很多人都会这样。多半是这样子。那我就问他说：“鼻屎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”那他的鼻孔有变很大吗？他就是蛮大的，而且很松的感觉。来，芝芝。我们补习班有个男生，我觉得他不是来补习，我觉得他是来就是把妹的。哦。就是就很多学校的女生啊什么的，然后也有其他男生，然后那个男生就一直看女生，然后每个看一下就泡一下媚眼。可是重点是那个男生长得，就是也不能这样讲，只是觉得就他的样子让人有点不舒服。OK。然后他不然就是跟女生讲话就这样子碰一下，就是很不舒服。就是喜欢吃豆腐的那种，有一点是不是？就是来泡妹的，对了。哎，不过这个刚刚讲到我们的第二个怪人很多，但是电视上课，我请问一下老师，你们是用电视上课吗？不是，电视上课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因为可能教室的有很多死角，对，有死角，所以死角的地方会放电视。怎么会有死角？一个教室不就长这样？怎么会有死角？可是我知道有些补习名师哦，他一上课，隔壁间。楼上都在上，就要同步，一次有1000人在上，同步班是同步播出吗？同步播出，就是他现在会写个 live。你们有这样做吗？我以前在高雄教过一个重考班啊，对，我在高雄教过一个重考班，那个重考班是一次上课，他是750个学生哦，那他就必须要拆成两个教室，他拆成两个教室，那我上的那个教室是400个人。那另外有350个人在另外一教室，就一个教室有400人，那很大的。以前在高雄的一个重考班，对，我的同时有几间教室，然后用一个电视来传送，对不对？像你说像那电视弘法大会那种，像很多是。但是我现在想问一下，那
有些同学说他会不会抱怨说他只能看电视，他为什么不能看到真人呢？当然会了，但是所以那个补习班他是要求我们第一节课跟第二节课交换。哦，互换。对，交换。所以我第一节课在 A 教室，第二节课在 B 教室。你还要跑场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懂了，这个行为叫做随便登台，有没有？哎，是我本人那个啊。杨振老师，底加底加。没这么娘。你是杨振老师？是的。欸、我想点歌，你要点歌。晚安曲。让我稍待。我觉得你动作。刚才讲到了那个交朋友，交友的好场所。交友的好场所。真的。来泡妹的好不好？他是个泡妹的好场所的，就插牌，快啊！我们的三位艺人朋友。不要说你们在那边没有交过男朋友啊！对，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跟一个班上的男生，我跟他家住很近。那有一次就是因缘巧合之下，然后他说他要就是骑摩托车载我回家，是。然后一事成主顾，就是一事成主顾，这个话可以放在这里吗？红糖成语不是这样用的，可以吗？这个意思就是说。一开始是偶尔载一下，然后之后就可能上课也在，放学也在，温馨接送型，对，载出那个感情来了，载出感情来了，真的，然后载你回家以后，再你回他家，没有啦，他先载我回我家，他再回他家 ，OK， 对，然后就暧昧，然后其实，然后班上就是虽然他离我很远，可是有时候眼神还会不小心就是互望到，然后还腼腆一笑之类的，对，就是还是会有产生情愫啦。所以其实说穿了，你是利用他。哈，我是什么？你是利用他。我没有利用他，我没有利用他。哎，但是我觉得美女哦，利用男生 OK 这样。真的吗？这是一个美女的特权。可是我觉得一定你们有很多人爱慕你们，会不会写情书给你们？一定有。是会收到一些，写什么？写。就是很像男生写女给女生或女生写告白信一样的告白，其实那杨振老师哇，来有拿出来，这不算情书了，那不算，那是什么？这是他们寄给我的礼物啊，什么礼物？有的学生告白的东西啊，这情人节考验歌手啊，超多的。哎，他把他当歌手偶像在崇拜，这是一个官校学生送给我的纪念币，纪念币都有了。没有，他是官校毕业的，然后你看照片里面那个是谁不是的那个宣传师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做成助力哦，塞哦，那是他们送给我的卡片，哎，九阳真经，他变成九阳真经啊，对对对，九阳真经，那是我的 logo， 哦，九阳真经是你的 logo， 哎，我觉得你收的不会比裴永俊少，哎，真的简直就是一个 star， 一个那个补习班的基本上朝夕相处，它的确是个交友的好地方啊，我相信你们都被老师都被同学倾慕过，而且暗恋过，告白过，对不对？ OK， 这种事情应该是层出不穷吧。对，怎么处理啊？因为不小心很容易擦枪走火的，是啊，是不是啊？吴彦成，我基本上比较没遇过这样的事情了，多半收到都是些教师节感谢卡啦、生日的一些贺卡，或毕业的时候，对，所以比较不会。对，我这个人严肃正直，没有办法。拿下你的面具好不好？把面具拿下来。吴彦成，吴老师，你们的建中都怎么揪出来？都是这些人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建中互相看对方都不爽。吴老师，我问你一个真实的问题，你觉得像杨老师这样有这么多跟他照相啊，变成像偶像，你赞成吗？你赞成一个老师变成像一个 idol 一样吗？我觉得其实老师有名特质吸引学生上课是好事。OK， 对，但是成立，其他就有但是哦，就个人作业个人担。哇，这个帽子扣大，好狠啊你！对啊，这个帽子扣大。没有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已经有一点火药味了。没有，我跟他很好的朋友。你们得胜的 people， 老师不比艺人差。老师不比艺人差，真的还比艺人差。你们在那个年代的补习基本上都要碰到，我们其实补习就是怕无聊乏味，一定老师要有一些过人的才艺。真的，而且就是说去补习班，其实就是因为平常上课课本很浅，你去补习班的时候，他会有那个讲义，然后会比较深的题库，然后比较深的公式，然后公式老师会教你怎么背，比较活泼的方式让你记住。而且说实在，不比艺人差。我们先从外表来看，你看这两个男生，他们外形是出众的，有比我们两个差吗？当然有啊，他们的外形是相当出众的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女的俏，基本上有一定的一定吸引人的魅力在啊。但是基本上你们在所谓的出的一些，我在课堂上教这么一样都这么多学生，对，我怎么样去掌握一些必考题？是我怎么样去掌握一些
一定的趋势，未来出题的老师的兴趣啊、喜好啊，他一定会走这一路的。然后你会从一个方式对症下药，对不对？你们一定会吧？教学的秘招，佩博，这个好不好？要不要示范一下？我们先来示范。我的板书大概业界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会。这个叫双阳指或 FX， 对不对？啊 ，ASP 方加上 BS 加上这样子。这很厉害哎！这样子，各位两个颜色跑出来。教我，教我。来，第一位来，杨振老师，请出列。欢迎哦。哇。那个。我的板书大概业界应该没有第二个人会做。对，板书这个叫双阳指，因为我姓杨嘛。OK， 那段正淳的一阳指不够看。哎，我是双阳指。双阳指。段誉的一阳指不够看。对，段誉的一阳指不够看，我是双阳指。因为一般讲我们讲函数啊，它会 fx 对不对？啊 ，as 平方加上 bs 加 c。哇塞！啊，这样子啊。那假设我今天问你说。这个你怎么会有两个颜色跑出来？二次函数大家都会吧，对不对？那我先给你三个条件，比如说 f 三什么意思？那 a 乘三平方，就是这样子。哦，你直接一次写哦！哇，一次两个颜色，好厉害哦！好厉害哦！这很厉害哎！其实我可以，好棒哦！可以，来掌声鼓励来，教我。哎，这个他的手腕很有力，对他的手，对，很利落。我可以讲别的事情，但是我写另外的东西。好，举个例子，好比说我现在跟你讲说，哎，最近马英九的选情不太好，啊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哇塞！对对，sin 平方加 cos 平方等于一，就你们刚刚那边 sin 平方加 cos 平方对对对等于一 ，sin 平方加 cos 平方等于一。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处在于说，假设一个学生打瞌睡，对不对？一般我们的写法，好，假设一个学生打瞌睡的话，一般写法是这样。比如说，我现在把三带进去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我这样写 f 三，好 ，f 三等于 a 乘三平方，加上 b 乘三，再加 c， 那他如果打瞌睡，他不知道我在干嘛。哦，懂了。但是如果我今天把它这样写 f 三等于 a 乘三平方，再加 b 乘三，他把三 highlight 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他就知道说，哦，老师刚刚把三带进去了。OK。这样的话可以把上课的这个板书啊，让它有个鲜明化。OK， 对对，直接帮他 highlight， 好厉害哦！老师有没有想过要发展三个颜色？我曾经试过，在重考班试过，但是我发现人的中指跟无名指那根筋啊，的确很难。对对，来徐哥出力，来把两只，把两只，我现在拿，我就拿来白的跟蓝的，肯定要上面擦。来，你怎么夹？把它擦掉，来，哎，对，这样子，没错，就这样。来，预备，起。要快啊！哎，其实许可，哦，哎，不错，有天分，有天分，有天分，有没有天分？有天分。我找到许可，你的天分就是超黑板。有天分，有天分，有天分嘛？有天分，真有天分。他刚刚说数学好，蛮快。其实是因为我很喜欢数学的东西，就是你只要记那些颜色跟整个。理是那个公式，红糖，红糖，数学来，红糖来，哎，他数学来，红糖数学来写一下，完蛋了，红糖，来红糖过来，红糖，我已经超满，来来来，一样 ，fx 等于 ax 平方加 bs 加 c， 预备起，什么？等一下，好难，烂透了。烂透了！我还要想一下是哪一支。不会啦，我觉得大家都还是写得出来，但是速度快慢。但是老师真的写得像行云流水。谢谢老师，赞赞赞！厉害厉害厉害！吴彦成老师出力。刚才呢，杨振老师呢强调是他的板书，你这边强调的是什么呢？因为毕竟我教的是国中自然课为主了，那有些可能像有些生物相关内容，可能有图形会比较好记忆。OK， 哦，图形，所以图像记忆真的是比较好，就可能印象会比较深啊。当然当然。OK， 那会希望让我们了解说，其实知识就是力量，知识就是力量，所以多学一些东西对他总是有好处。当然，比如说我们如果讲到哈，讲到像这个，如果这个一个人哈。哇，他好会画哦！对啊，他的胃，他的肠哦。哇，这个肠哇，阑尾绕，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十二指肠，哇，好会画，大肠。十二指肠还没画到，
这才是小小肠，小肠，对，小肠，小肠。你换一下肛门给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基本上这就是我肛门就在那边最后那一段括约肌。所以有时候为了希望学生能够多一点这个印象哈，那当然就要稍微画一点东西出来。那其实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人体的一个消化系统的一个图形。是的。那基本上我们会认为说，如果你吃食物进来的话，这边是所谓的口腔。口腔。那口腔进入食道，再进入你的胃。那胃接十二指肠，然后再接整个小肠，最后通到所谓大肠。是。那这个大肠的开端哈，大肠的开端，我们一般习惯称作盲肠。对。那事实上教自然科老师可能稍微对这个中文字有点概念。这盲我不晓得国文晓不晓得，应该有一个封闭不通的意思。嗯。对。那因为我们的这个大肠是从这边通过来，那通到国文最喜欢的肛。括约肌是是。括约肌。最喜欢的。所以真的是很面笑这样。所以基本上这个是盲肠。那我们经常说，人家说盲肠发炎要割除盲肠，其实割除盲肠是蛮恐怖的事情。是。对，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小肠是通盲肠这里，要把食米送过来。你没事把盲肠割掉了，那不一肚大便了。一肚子大便，对，这个所以这个盲肠是不能随便割的。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还是要以治疗发炎症状为主，但重点不在这，重点在考试喜欢考什么。我们一般割除的部分叫做阑尾。阑尾，阑尾啊，对，我们是割阑尾，不是。所以事实上，阑尾是前面这个指状的突起，指状突起突出物，是没错。那所以如果真的要割的话，割这一部分。但我得说一件事情，就这个阑尾的部分，其实对人类来讲是一个痕迹器官，就是对我们俩其实没什么用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草食兽。许多草兽在阑尾的地方，它的构造还蛮庞大的，里头很多共生的微生物，可以协助这个纤维素的分解。哦，是。像人类吃纤维素，目标只是刺激肠胃蠕动。是。那讲通俗一点，就是帮助，拉排便。OK。排便。排便是。拉排便。对。拉。排便。所以我们要常吃益生菌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情况是，变成说，如果草食动物是有意义的，人类事实上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那基本上这个阑尾在真的发炎时，我们就把它割除。割除。那我们习惯上哈。这个没用的东西，我们通称它叫做废物。废物，对，是。所以下次跟同学吵架，不小心脱耳出，你这个人阑尾啊！哦，你这人是废物不讲。哦，你这阑尾。所以用阑尾来骂人，他恐怕还听不懂。知识就是力量，对，不然的话讲到别人讲你还搞不清楚状况。像我们做美食的，就说你这真是一袋内脏。我说，什么意思啊？砸碎。哇，好难听。Okay. 但是一袋内脏就好，不过一袋内脏，各位有没有发觉我们吴老师他教几课来非常有魅力，对，他讲话其实非常有魅力，很笃定，他的声音好，用图像来记忆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Yes， 好，来刘静老师，接下来压轴来，刘静老师的独门教学，广告回来马上与您分享。刘静老师，接下来压轴来。这老师看起来应该也是个小辣椒，我觉得真的，完全是，应该会带皮鞭上课的。他怎么来教我们数学啊？他的方式是什么？用手势来比三角函数，这个很特别。好，来，古时候比较老一代的技法是说，sin 西塔是对边除以斜边，对，没错，对边除以斜边是。然后我就给他们一个那个很好，我自己比一个手势，就是这样子。就是我这个指头出去的地方，我的这个地方是分子除以分母。比如说 sin 西塔，也有点害羞。哦，这边是分子，这边是分母，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。我快要打呼了。对边除以斜边，我先写错还好。分子是对边，分母是斜边。对 ，cosine 呢？斜边。cosine 对，就对边除以零边嘛。不是。零边除以斜边。零边除以对斜边。然后 tangent 啊 ，tangent cotangent 对边除以邻边 ，OK。然后这怎么背呢？背不起来啊。对，我觉得这个 okay, 来，如果是就是比较老一辈的技法，它是当然这个中文是还是要记的。是。然后，但是他们也会有一个技法，就是因为 sin 西塔是斜分之对，所以就会有这个，这个是 S 的朝鲜。哦，这个是比较，就是爷爷那个年代就流传，自古以来流传的技法，就是他是从这边开始，从这边结束，所以是斜分之对，对不对？斜分之对，然后斜分之对，哦，是这样子，朝鲜 S，OK OK， 是，然后 cosine 西塔是斜分之零，对不对？斜分之零，对，所以它会在这里。哦，斜分之哦 S 哦 S 是这样子啦，斜分之对，对，从这边开始，从这边结束。
从这。那 T 呢 ？T 呢？我们 T 的话就会在这里。快倒了，零分之对，其实有道理，这样我们就记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就是从古到今的技法，古到今的技法，好，然后我就发明一个，就是算下来我就比这样就好了。我的指尖出去的地方是，就因为我想说这直接写下来，对边处于斜边， okay。 那我在写这三个三角横竖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写，是不是这样？对边处于斜边。好吗？对边除以斜边，我可能就是我哦，对边不是很好比。对边除以斜边，就这样手肘放过去。对边除以斜边，对边除以斜边，对边除以斜边。所以如果是这样子，这边是三，这边是四，这边是五。对对对 ，OK。那请问 size 它是多少？我这样是不是四除以五？四除以五，我就是不是可以直接写下来？就五分之四啊。四除以五，对。就四除以五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对。然后 cosine 就是这样，就这样，我就可以直接写上去，三除以谁？那就五分之三除以五，这样放跟这样放，三除以五，一个是这样，五分之三这样，对。对，但是我就不用再记，因为有些同学其实对这个就是草写是不知道，因为他们现在都是印刷题。OK， 所以我这样是不是四除以五？对。然后我的三除以三除以五，那 tangent 就这样抖一下。哦 ，tangent 抖一下，所以是什么？四除以三，我就可以直接写出来。啊，懂吗？懂吗？就不用。所以考试的时候，很多人是这样。对，就一直这样。对对，就感觉好像那个投手跟捕手在打击的话。谢刘静老师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请回。啊，好了，各位就知道他们为什么是明星老师，对，每个人都有一个 PEPO， 很厉害。我们现在可能都已经摆脱了补习的痛苦了，我相信啊，除非你们还要继续往大学深造啊。学问啊，基本上它是没有止境的。你们要真有兴趣的话，一定先把兴趣给培养起来，否则这补习太痛苦了，而且浪费那个钱没有道理啊。如果真的要补习，好好的找一个老师，例如说我就会找这些老师，他们真的有方法、有系统，长得又帅，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嘛。而且又愿意用，又很愿意充满感情的跟你，又跟你合照，对，对，多好。对对对对，好不好？所以希望大家呢，能够有那个愉快的学生生涯哈。在这，我们谢谢大家，起立。来，谢谢我们下课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不要啦，每个礼拜六、礼拜四，我们这一课每天礼拜到礼拜四晚上9点都有在上哦。我们的超级电视台会送给我们的青春梦回头。